这是一个普遍的生命规律，一项基本人权。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获取充足、营养、多样、经济实惠且安全的食物。这一切始于自然，从农场到餐桌的旅程。让我们一起弘扬文化认同。世界粮食日，食物是一项权利，时刻应得到保障，无论何人，无论何处。